三日前，台湾的总统陈水扁宣誓就职连任。当然的，台湾共守，好不好？今次台湾的总统选举投票前一日发生枪击案，结果陈水扁仅以29,000+票险胜，对手连战宋楚瑜在开票日晚上立即向法院提出诉讼，抗议选举不公平。案件目前仍未有最终裁决，而陈水扁的就职典礼就在一片争议声中举行。台湾的总统选举结果3月20日揭中，民进党的陈水扁连任。由开票那晚开始，国民党和亲民党支持者一直在总统府前广场抗议选举不公平。抗议浪潮一直持续到3月27日，50万人来到总统府广场，群众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我们不分蓝绿，只要黑白分裂。不分蓝绿，只要黑白。只要黑白，谁要利用现在21世纪全世界最迫切的恐怖分子心理来影响选情，制造社会恐慌，谁就是罪魁祸首。就不可能有和平，对不对？我们在意的，我们要争取的，不是一次选举的成败，而是民主制度的长长久久，对不对？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是国亲联盟的竞选总干事，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做过法务部长，大举打击贿选，扫除黑金政治。他先后目睹第一次直选总统，又经历第一次政党轮替。不过他说这次选举是台湾民主进程所面对的严峻考验。4年前，民进党的陈水扁在台湾的第二次直选总统中胜出，结束国民党长期统治局面，令台湾出现首次政党轮替，民主进程跨出历史性的一大步。这个对比其实蛮强烈的。4年前啊，陈水扁先生他当选的票数只有39%，但是没有人质疑他。那这次是完全不一样。就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讲了，是累积下来的。到了这个枪击事件呢，到达一个高潮，那他那个翻盘的效果是蛮明显的哈。没有错，选举选输了一票也是输，但是。怎么造成这一票的，大家还是要追究嘛。就是到底这些枪击事件真相怎么样，即使像李昌钰先生来过了啊，他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是他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又让我们发现有更多的问题。枪击事件已经快要2个月了，我们当局还是不愿意成立这样的这个委员会。如果陈总统他非常希望知道真相的话，他应该积极主动来设立才对，这样的话可以昭天下的大幸啊，而且会使得他的正当性更会增加。否则的话，这个案子拖得越久，我觉得对他的统治越是不利。我个人也感到是非常的遗憾，因为这场选举呢，并不让别人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选举。
选过后，总统府四周都要用铁栏重重包围住。在总统府附近的中正纪念堂，一班大学生因为眼见选后政局混乱，四月初开始在这里静坐，要求朝野两党领袖向人民道歉，又要求政府调查枪击案真相。我们呼吁这些年轻一辈的，为了你自己的未来。陈正峰是这班学生的代表，他说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投票，对今次选举过程很失望。我们并不是为了哪一组候选人站出来说，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投票，他们认为他们投的票就是不清不楚的一个票。我们不能说不干净，因为那个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认为他的投的不清不楚，他不知道他投的这个票下去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学生又静坐又绝食，但是政府无动于衷，仍然没有直接回应。不过他们的行动就得到大批民众的支持。反失业，反失业，要工作。五一劳动节这一日，有劳工团体加入集会，还有不少妇女组成人龙走到总统府作无声抗议。加油啊！经过个多月以来的讨论和反思，参与静坐的同学深深体会到台湾民主仍然流于表面。台湾的民主的内深化还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很容易变成有心人士去变成民粹式，就是完全诉诸民意，然后去寻求一定的解决，但是这样很容易变成谁能够操弄民众，谁就能够去获得集权。现在所有的政治人物，包括在野党跟执政党，他只要过半数的政策为他们最主要政策，他们完全没有考量说应该为这个国家以后的发展，甚至为这些下一代所做了一个全盘性的讨论。他只想说我这次选举只要这四年过关了就 OK 了。我们空有民主的形式，但是它并没有让我们深化民主的意义，就是说人民盲目的听从政治人物的领导者，那甚至是听从利益团体的去操弄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国家变分两半。终结黑金等不到，终结黑金等不到，老人安养等不到，老人安养等不到，弱势参政等不到，弱势参政等不到。一班来自基层的团体组成废票联盟，在这次总统选举期间批评蓝绿两党都忽视弱势社群，只顾互相抹黑，并没有提出具体政纲。他们呼吁选民投废票表示不满。联盟召集人郑川奇说，今次选举废票竟然高达33万张，他相信有一半以上是响应联盟的号召，证明台湾选民开始敢于表达对现存制度的不信任。那两颗子弹打下去的时候，我们觉得的影响最多的反而是废票。很多原来对两边的烂苹果都不太满意，想要尝试一种新可能，那一天去投废票的人，我认为就是说这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对民主制度虚伪性不再信任，但是对自己的权利这是不放弃。陈水扁做一个总统他竞选，他怎么可以不穿防弹衣呢？他怎么可以沿街拜票然后放那么多的鞭炮呢？更重要我们要问的说，台湾的这种选举制度为什么得搞得让总统有机会会中枪呢？我们难道没有一种政策辩论的方式？我们难道没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宣传的方式，让老百姓知道牛肉在哪里？选举过后，郑川奇继续关注劳工权益。在他和其他劳工团体推动下，台湾第一座纪念因工受伤和死亡建筑工人而设的纪念碑正式动土。郑川奇认为，台湾人民不可以完全信赖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即使是由民进党取代以往的国民党，而是要以直接民主参与的方式，不断透过社会运动去监督统治者。民主制度很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对统治者的不信任，我们不得不要有人来统治，可是对统治者不信任，这个是最重要的。
显出一个英明的领导者，这种总统制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要深刻去批判。我们不要看到这个统治者起来，我这就对他的臣服，然后就对他寄予幻想。所以人民要每天不断的监督这个政府，而且最重要的是随时明天就要把它推翻。台北228和平纪念公园由当时仲系做紧台北市长嘅陈水扁揭幕，藉此悼念政治受难者同表达实现族群融和嘅愿望。八年后，陈水扁成功连任总统，一班学生眼见台湾族群因为呢次选举变得更加对立。於是揀喺五四運動85週年前夕嚟到公園表達強烈控訴。幾乎找不到一個角落可以免於族群的撕裂與操弄，幾乎找不到一個場所可以避開藍綠的抹黑和謊言。我們認為族群問題不應該用來爭權奪利，愛台灣不應用來打擊異己。张维修是台大博士班研究生，今次总统选举他和一班同学都选择不投票或者投废票。我是比较倾向于是说在选后或是平常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有一个人民自己团结的网络，而且持续的关心这个政府，而不是说把所有的权力就寄托在那张选票上，然后之后就没有自己的事情。现在台面上的这几个大的政党，不管是蓝的还是绿的，其实他们基本上来讲在社会政策上或者是在比如说社会福利的政策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在财经政策上面跟着几乎一模一样。对，所以我们长期来看都觉得他们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就颜色不同，但是没有实质上内容不同。政党就变成一个选举政党嘛，让他什么都不管，就是只是管选举，然后投票也变成是一种，就是我讨厌对方，所以我投一号，或者我讨厌二号，我讨厌一号，所以我就投二号。依循这种逻辑，在他们里头一定要被迫二选一的话，我觉得根本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我们真正的心声，或者是就是你这么根本就会被化约成泛蓝或泛绿，就是他们的支持者这样子。人民才是台湾的主人。张维修仲同同学以街头剧讽刺今次大选两大阵营怎样操弄族群对立。首先，蓝营政客由右翼入场，让山东捍卫中华民国。接着，自称象征的改革力量的绿营政客从左翼入场了，高声疾呼：“爱台湾，中国猪滚回去！”爱台湾，中国猪滚回去！让山东捍卫中华民国，爱台湾，中国就滚回去！捍卫！不孝政客不断地用族群议题操弄社会大众，使得国家的方向没有办法被理性的讨论。坚决选举战役。学生游行到总统府前表达不满，还呼吁政府正视问题。公投制度，反对族群操弄，反对族群操弄，制裁不孝政客。张维修话：即使佢哋一班冇既定立场、投咗废票或者冇投票嘅同学，想提出化解族群对立嘅意见，亦会被其他学生团体质疑。比如，我们把一些我们的诉求放在网络上，就有人质疑说，我们可能是蓝军的支持者；另外一边的人就质疑说，我们可能是绿军的支持者。绿营也有很多的支持者，蓝营也有很多的支持者。那这支持者彼此几乎是没有对话的可能。没有对话的话，我不晓得我们还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创造力、新的活力出来。族群问题一直隐藏在表面和谐的台湾社会，但是每逢选举就往往被政治人物利用来打击对手。好像在98年台北市长选举，马英九挑战陈水扁，陈水扁就一度指具外省籍形象的马英九是新卖台集团。今
年总统选举，泛绿阵营在2月28日藉住纪念228事件发起爱台湾群众运动，而泛蓝阵营亦不甘示弱，在3月13日以反扁大游行还击泛绿，激化彼此对立。台北县三重市有一半以上人口是来自中南部北上来谋生的，是支持民进党的大票仓。国民党籍的基层市长李乾隆说，今次选举有迹象显示有人刻意在中南部操弄族群政治。那每次到选举的时候，他就要拿这个族群出来再分裂，在南部电线杆上啊都是这样在贴、啊、哦，那你看很厉害啊，写个台湾人啊，中国人这个国就给他写成简体字啊。那一号就是哎，台湾人选台湾人呢，就是你看他是陈水扁台湾人，吕秀莲台湾人啊，连战跟宋楚瑜是中国人，他用这样在分裂族群，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好了。那这次选完以后，大家吼、哦、族群撕裂的太厉害了，所以这个是选完以后，这次以后会有这么多的抗争。选举过后，陈水扁同全台湾大专学生团体代表见面，有学生代表当面质问他民进党选举手段不当的问题。目前看来政党顶员现在讲投二号，伊就是中国；投一号支持台湾，安尼伫台湾岛内分裂台湾人。我愿意率先的反省自己，包括阿扁所参加的民主进步党，也应该要率先的来检讨自己。他要用最谦卑的态度，用最实际的方法，让大家感受到他那种愿意化解族群冲突对立的用心。这个是需要勇气，也需要耐心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的是口号比较多，实际比较少。几次选举下来，我觉得台湾的社会民情风俗啊，变得不够厚道。沈富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但在选举前，他敢于出面揭露总统夫人收取政治献金的真相。选举后，他又呼吁民进党日后放弃用爱台湾做竞选主轴，主动化解族群对立。全台湾的人民啊，都是爱台湾的，除非我找到你叛国的证据，要不然。我认为90%甚至95%以上的人都是爱台湾的。那这而且呢，我认为不因为你主张大陆政策、中国政策的不同，或者是你来台先后次序的快慢，或者是你对中国感情的浓厚与否，来决定你有没有爱台湾。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应该的。虽然有不少党内朋友私下认同沈富雄，不过大家就不敢公开表达，而反对他的大有人在。骂我的文章，批评我的文章，他说沈富雄的脑筋坏掉了，他说你怎么能够说90%的人爱台湾呢，他说如果是90%的人爱台湾的话，那陈水扁为什么只有50%的票，那另外40%爱台湾的人他的票怎么没有投给爱台湾的党，就说台湾的政党只有民进党是爱台的，这样的想法当然就是把没有投给一号陈水扁的人都看成不爱台湾了。今次选举族群问题再次被激化，台湾导演侯孝贤在选举前同一班文化界和社运界人士组成族群平等联盟监察选举，选举后他们办论坛带领社会深入反省。因为民党在这一次的竞选过程中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试图要完成的论述就是国主新的国主论述，那可能里面有一场比较是文学比较是文化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到题目类似是说，我自己要是能想的话，就是类似说不同国，我根本就把你这个国族的这个命题根本就是给你打叉，给你根本否定掉，这是谁的国家。曾经将228事件台湾人经历白色恐怖时期的生活搬上银幕的侯孝贤，一岁大同家人由广东梅县来台湾定居，他说自己和其他外省籍居民一样，都以台湾为家，
今次选举令这个家园面对新威胁。什么叫做台湾人？什么叫做你要建国？到底是建什么国？你的国族是什么族啊？你要不要把这所有的东西论述要把它弄清楚？你懂我意思吗？不然的话，你光一个口号，然后大家在这里变成是像迷雾一样，然后选后很多人就是这种心情上种种没办法适应的。你说现在有权力的人又不愿意主动啊？他永远就是要把这部分模糊嘛，他可以永远拿出来炒作嘛，可能下次立委他就要用了。你不要光讲一个爱台湾是什么意思，好像你爱台湾，好像你一指我就是我不爱台湾。像外省族群他们有一个心理障碍，他们等于是逼到你的身你的血统了，这个你好像逼到我血统，那我怎么办？我就是这块地方，我出生的地方，我一直在这里，我也不会逃，我也没地方逃，我在这里50几年，我做了那么多事，我做这事，我在这里，你要比我爱台湾，你说说看，你比我爱什么台湾？你说啊，哪个人来跟我说，比我还爱台湾？总统大选后的台湾社会被形容为一分为二，族群矛盾加剧，令台湾民主政治前景响起警号。民主，你只记得服从多数而忘了要尊重少数，或者你只知道服从多数你也知道尊重少数，但是你还忘记要包容旗舰的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个民主是很危险的。现在是不安，现在新的恐惧时期来了，这样